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曹老师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今天是星期五了吗？曹老师说，在星期天的时候是母亲节，母亲节就是妈妈的节日。那今天曹老师会分享一首母亲节的儿歌，希望小朋友们和老师一起学习，然后我们唱给妈妈听，好吗？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儿歌的名字叫做《鲜花送妈妈》。那现在来，让我们一起听一听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的儿歌听完了，你学会了吗？你可以唱给你的妈妈听吗？曹老师说，在下午的华语课里，今天我们会做一个手工的花朵送给妈妈。小朋友们可以准备彩色笔、马克笔，也是可以准备彩色纸，然后剪刀、胶水，然后我们做一个五颜六色的花朵送给妈妈，好吗？那小朋友们，我们下午再见，再见，小朋友们。